比到我睇下，在个看到老沙区新的发展，中研开发同桃园市百德企业做比的韩国小弟弟来合作，改造沙区，直通高速公路，好高发挥太好成的沙区基因，希望同中小沙区带来新的改变，韩国未来。室外庙街顶顶位，还有有几百年按旧街四十五块，这片经历了后，看起来一舒适。民众进来见接来量，来打出一股粗料。庙方人员讲，经过后生人家改粗料后，龙虾区有新的感觉。有靠同当地的食博文化，还有农村的酱保存落来。今日一期期的建筑啊，哈，一到安尼个来地方啊，哈，诶，亲和拢那个安尼，较做安尼较干净个。文化嘅十个文化哦，前进啦。对学生嘅下是参加几百个专案处理，将配额讲。十三年前，好像控制来到中小社区了后，对盘点社区三亚资源开始做。比总讲，只是文化，比同多社区六零关怀来到主题。台北成果展，我展现今年社区改造嘅成果，以某位地方创造新嘅景观同文创。然后这次再回来工作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哎，他们的那个活力度其实也慢慢开始展现，然后也很愿意接受我们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。他可以真的对这个社区啊尽一点社会的责任，所以这是一种双赢的一个策略，在教育上面我们得到一些学习的效果，然后对社区来讲得到一些回馈。街头高手讲，礼拜托社区期盼的成果展，希望本就是要体现民众了解自家故乡的多元客家文化，由各界来听受。下次拜几个社区发展到更加好、更加舒适，社区文化没成只呢，继续传落去。客家新闻罗文泰，托节目头。